你像刚才拳套里面一下这个，一下啊，一下这个，那这个就是说带拳的，你拳一去啊，是对的，就是这样子啊，类似像这个东西，或者是这个东西，啊，就比如说一拳打啊，这样子，收着。以前是用手指，现在没有手指，嗯，太毒了。这个太毒了，一下去就是这样子。你肝脏呢？哪里打中？打中会破裂的里面。我们的这个基本上重要的很多时候都是打内部，对，都是打内部，要不就是颈下、肋骨两类。所以我们的拳头呢，其实跟很多南方看起来就是一样的，它必须要收背、收重。我们是要收住，而不是说放的很开始，都是要收住，啊，这是一个特点。那这是圆的，然后有一种是紧的，就是肩膀啊，就是咱跟产品不一样，你抱着我没关系。中国人打的没有，就是说两只腿打他那个比较紧。哎，他为什么？是的 knees， 是的 knees， 不是踢哦，踢了踩下去了，踩的爆，他整个就这样子。我也感觉到有几分戳打的，对，后面是这样子，这样子的，前面就是这样子，都是，前面是这样子，手法。哎，你们还有很多靠山打线是吧？敲一大，就近距离的，对，打一下来就。当然靠很多时候靠都是在打，所以旁边有你看这样靠，慢慢练，走，所以他那个还有，但是走，跑一走，跑一走。我没有做到，没有看到自己是锻炼的。教授，这个我没有看，这我是讲到没有看到啊，就是。啊，这是一种方式。我不能一定要用特讲，刚才说的靠，因为我是根据他的速度和距离，我决定我的姿势要做什么。另外一种靠山很简单，一切进去的时候，不管做一种靠山，其实各种武术都是一样，都有这个东西。靠不住，什么叫跟靠近一把有两个阶段，就是两个调。而且刚才我只是用一个调，你看，假设呢，好啊，一。哦，这是第二个，我完了，好难搞耶，我也想，放啪啪 ，OK。如果说两个调是走前面的，两个调，但这个很危险，八步会这么做。假设现在站在这个是你从那边吗？啊，拳击很少。啊，简单的讲，其实刚开始最初学的时候就是这个部分，对，就是这个部分，这个也就是跟我们前进的这种方式，当然也有走步，这个也是必要的，但是不如你走步，你最终还是要回到这个最根本的这种方式。那请问一下，是不是可以向我们表示范一下刘家教步法的用途？很多不用。那其他的不要讲，因为手闪其实大家都有练的。我现在只是讲说我们可能我们最基本的那个，像刚才讲的，你先打的话，就上去了，我再上去了，就是一个简单的这种东西，确实。那就比如说，我上去，你坐着上去，我就办。好好好，小心，还是点到为止的。对，他这个步伐就是才相对切入、退后、再切入，就这种方式。因为我们老一辈有讲，简单适用，讲破不值钱的，所以一去就进去了，没有说摆什么架来没有，就是一大踏就进。一进碰到他身上，他就跌，就倒，就这样。OK， 还是注重快中啊，对，还是快倒慢最重要。都是在平常练习的时候啊，你一练惯了的时候，手一大就过去了。这个是比较，因为刚才我说，我们主要很多时候都是打那股事情啊。客家拳有很多都是一只手指、两只手指、四只手指。而现在年代不一样，我不需要用到这样的手法。这是我们在这边。那刚才我知道，我们这个客家拳有很多这样的手法，
当然有些是高，有些派别是高，有些是这样的啊，有很多这样的说法来应用啊，比如说战术不要稍微就这三十一种。那在应用上还是回到刚才的步伐来说，没错。